早安。看起来又忙又冷，因为我很冒汗。所以是上面要脱鞋的概念。干，还开电风扇，很冷哎。那你把它关掉啊，他们开的，连空气流通。你看，我们一人睡一张大床哎，有够爽的。看，好爽啊！我刚刚以为那是镜子，结果看起来哎。看看达芬奇上字幕会不会很难？不会，它有一个栏位是可以让你单独，就是打字幕的。